有一位同学，他问了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说在入殓的时候，妈妈因为要化妆，所以打了防腐剂。不知道是不是起了嗔恨心，眉头皱皱地。对于这件事情，我常日耿耿于怀，不知道妈妈是不是投生畜生道。我替全家的先人报名，以下是法会做的超度。第一个是水陆冥阳法会，是不是第一最殊胜的？这场法会只有在妈妈49日中阴身过后先举行，对妈妈有没有帮助？第二个是放焰口法会，是不是第二殊胜的呢？这一场就在妈妈42日后，即是第六个七就举行。请问师父，冥阳法会、放焰口法会、三时系念，甚至念佛号，哪一种效果最好？你问的大概是为了超度你的母亲。至于超度呢，是不是水陆法会就第一殊胜，焰口就第二殊胜？这样很难说。谭虚法师《影尘回忆录》里头记载一个公案，佛家称公案，即是一般人讲的古仔，它是真的。它这篇文章的题目叫《八载寒窗读楞严》，是老法师在未出家之前当居士学佛，他们有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读楞严经，亦确实是一门深入，不容易了。大家在一起八年的时间专门读这一部经，其中他有一位同参，姓刘，刘居士，他们自己合伙在天津开了间中药铺，下午生意都很清淡，没什么人来帮衬，他们就在铺里面休息瞌眼瞓。呢位刘居士瞌眼瞓嘅时候，就发咗一场梦。呢个梦呢非常清楚，亦即系话就好似事实真相咁，唔似系喺度发梦。佢梦到有两个人行入佢间铺度，佢一睇，哎呀，呢两个人系佢嘅冤家对头，佢好清楚，呢两个人已经死咗。佢哋入嚟呢度系嚟搵我麻烦嘅，所以就觉得好唔安乐。但系睇呢两个人嘅态度呢，好温和，唔似系嚟搵麻烦嘅。
於是他自己就定下来了，等他们入来。入来之后呢，这两个人就跪在他前面，他就问他们，你们两个人来做什么呢？他们说来做超度。这两个人呢，老实说，他自己对他们也是很歉疚，之前为了财务上的纠纷打官司，他打赢了，这两个人打输了，吊颈死了，自杀的。所以他在学佛之后，这件事情时时觉得好对不住这两个人，不应该为了一些钱财争执令这两个人丧失性命。所以看到这两个冤家跪在面前求超度，他就问他们，他说得啊，点个超度法呢？这两只鬼就说，只要你答应就得了。他说好，我答应你。就看着这只鬼踩着他的膝头，踩着他的膊头升天了。这两只鬼走了没多久，又有一个女人带了一个细路来，一看呢是他的前妻，那个细路是他的仔，大概是难产死的。凄凄凉凉地走到他面前，亦跪在他面前求超度。他亦问他，你要我点超度你？他说只要你答应就得了。他说得，我答应你。亦看着他的太太和个仔踩着他的膝头，踩着膊头升天了。咁先叫第一殊胜啊！由此可知，超度唔在乎法会嘅大细，唔在乎人有几多，超度嗰个人要有真正嘅功夫。佢凭乜嘢能超度佢嘅冤亲债主，超度佢嘅太太同个仔呢？八载寒窗读楞严，佢有八年啊！读楞严的功夫，我们在这里真正认识清楚了。这些超度的法会，古来祖师大德编的。老实说，水陆也好，盐口也好，所有一切的经忏仪规，老实说都全是汇集本。现在有人反对汇集本，他们通通都是汇集本。如果说汇集本不可以，那那些仪规都不用得了。那不是讲笑咩？古大德汇集所有经论里面的精华，编成超度的仪规，超度得不得力，是主持超度那个人他有没有道行，他有没有真正的功夫。所以不在经忏仪规度，完全看超度那个人他本身修正的功夫。我们千祈不要忘记梁王宝忏是保智公篇的，是为了超度梁武帝的贵妃。保智公大家都知道，观世音菩萨化身再来的，所以梁武帝的妃子生前做作很多恶业，堕在恶道了。他做这场超度法事令他脱离恶道，生脱离天。慈悲三昧水忏是一位
阿罗汉、迦罗迦尊者，为悟达国师，化解冤结而做的超度法事。所以超度的人要有真正的修行功夫先得，不在乎法会殊胜热闹，第一第二不在这里。所以这些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你真正明白这些道理了，超度第一殊胜应该怎么做呢？自己做。你自己诵经、拜佛、念佛，将功德回向给你的母亲，这些功德无比殊胜，比你做过的大法会利益大好多好多。为什么呢？你自己有个真情心，虽然你没有修行功夫，你是真心在这里做。如果那些经忏佛事只是形式，完全是收费，好像做生意那就没有功德了。我讲这种话骂我的人就好多了，但是你来问我，我不能够不跟你讲真话，我不跟你讲真话，我对不住你。讲真话呢，就会得罪成堆人。所以人一定要明白道理。你底下呢还有一个问题，说经过灵媒去找亡人是不是一件很残酷的事，而且寻找亡人必须要去世后几耐，而且不是升天或堕入地狱，只要在任何一度都可以找到，不见得。找亡人只有在饿鬼道，如果在畜生道，冇可能将畜生找来。在人道他投了胎了，亦不会将这个小孩找来。天道地狱道，你这里有写，你知道了，只有在饿鬼道可以找来。除了鬼道之外，其他的五道都找不到来的了。事实上应该好好地念佛求生净土。你一个人往生净土，不单止你这一生的父母家亲眷属，你过去生世世的父母家亲眷属，你都认得到，你都认清楚，你都有能力去超度他，去帮助他。你自己不能够往生净土，那都是枉然的。就算找个灵媒在鬼道里将他找来讲几句话，有什么用呢？无济于事啊。由此可知，真正的孝子贤孙一定要认真努力念佛往生净土，咁先能报父母嘅恩，唔单止报今生，报累劫父母嘅恩。呢位同学问：一个人死咗之后，再生嘅人点先知道佢有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我梦见死去嘅亲人变成一个细路仔，佢光亮嘅头上生咗几条
直直的头发。当我问他，你不是死了了吗？他说，我永远不死了，永远不死了。短短几秒钟的梦，说明什么？请法师回答。这件事情回答还是要你自己回答了，你自己多想下，那是怎么一回事。梦境啊，有很多种，佛经里面讲得很多。大部分的梦亦都是从心想生，古人所谓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好像地藏经里面佛话俾我哋听，梦到过世的嗰啲家亲眷属发呢种梦，呢种梦呢佛讲过啦，多数系佢哋要求你帮忙。点解以前你唔会梦到佢哋呢？从前你冇能力帮助，佢知道你帮唔到手，佢唔嚟搵你，搵你亦冇用。你有能力帮手嘅时候，佢就嚟求你啦。所以佛喺经度讲，我哋应该喺醒返之后为佢诵经念佛，将呢啲功德回向俾佢。咁样做就好好啦。点个做法呢？完全睇梦中嘅状况。从你所讲嘅，你呢个梦中嘅状况虽然亦系过去嘅家亲眷属，但是他的状况相当好，绝对不是堕恶道。但是从这里看起来呢，他不像在西方极乐世界，绝对是在善道。那他说永远不会死，这句话是真的，这句话是个明白人讲出来的。迷惑的人贪生怕死，明白的人知道死是怎样的一回事。死是什么呢？换一个身体，换一个生活环境，确确实实冇死的。如果真的死了，我们亦不用学佛了，亦不用向一切宗教求助。而实际的状况，死了是换一个身体，那在佛法来讲，死了是轮回了。如果你这一生善业多过恶业，知道修善积德，你死了之后，你来生至少仲能保住人身，又到人间来了。由于前生修得好，这一世之中可能你的生活环境比上一生就更好。如果累积的功德大，你的福报不在人间，人间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，那你就会升到天上了。
天亦有好多层次，佛家常讲嘅二十八层天，一层比一层福报大。你修嘅福报越大，你生嘅层次就越高，就系咁嘅一回事。所以了解呢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冇话唔认真修福嘅，唔会做罪业，做罪业最后蚀底嘅系自己。一切众生喺呢个世间享福或者受难，都同人哋冇关系嘅，全都系自作自受。所以诸佛菩萨非常慈悲，你遇到灾难嘅时候，佢帮唔到手。佛菩萨对众生嘅帮助只系教化，将你过去今生种种业因果报同你讲清楚，等你自己觉悟。你真的觉悟，真的回头了，改过自身，断恶修善，那命运就改了。《了凡四训》这本书是最明显的榜样，它是事实，不是预言小说，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话。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知道一切众生不单止是自己，死生就是换身体，换生活环境，知道这些事，自己不能够不谨慎，不能够不小心。这位同修他有四个问题，他说有一位居士卖猪肉，想改行，没本钱，不改行呢又怕造业，应该点劝他？这件事情你不要问我，我亦不知道点劝他，但是他已经觉得他卖猪肉是造业，能这样觉悟就很难得。所以杀生的事业最好不要做。现在有不少人开餐厅，特别是卖海鲜，那造业都很重。如果你细心去观察，确确实实会见到开这一类餐厅的人果报都不好。以前我们在香港有些同修告诉我，开餐厅的得的果报都非常凄惨，亦曾经在新闻度报道过，确实有些人看到回头改行去做其他生意。如果
将卖海鲜、肉食的那类餐厅改成素食餐厅，那是非常之好的。香港的素食餐厅很普遍，几乎每一条街都有好几间。所以这个问题他要多啲去考虑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我母亲有一位远房的姐姐，就是所谓烧香睇病的神婆。早年找他睇过病，早年我找他睇过病，俾过他不少钱，病都冇好，而家信佛亦唔揾佢啦。但係佢不断咁攞钱，我母亲能听见同睇见佢。师父，你话俾定系唔俾呢？你嘅母亲能听见同睇见佢，佢呢个人啊，喺唔喺度呢？你是个佛教徒，遇到这样的事情应该要给。以前我在台北参加佛教会办的大专佛学讲座，主持讲座的是道安老法师。这位老法师非常慈悲，于是就有很多人想尽办法呃老法师的钱。老法师都给，呃他的人就很得意，今日老和尚又上当，又破了财了。有一日我去探老和尚，我在门口看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我亦识得，亦时时去探老法师。他是要离开走出去，我走入来。我入去之后，老和尚问我，头先有一个什么居士你见过没？我说见过，他刚刚走出去，他说他今日又来呃我了。原来老和尚知道，我说那你有没有给他呢？他给了他了。老和尚给他。呃他的人认为老和尚笨不知道被人呃，其实老和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呃我亦给你。这种叫真慈悲，那是智慧。到他有一日知道了，每一次呃老和尚，老和尚都知道，一啲都唔糊涂，这个人就有惭愧心，就会回头啦。咁即係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人。第三个问题，佢话父亲年轻时借了一个人很多钱，以后很多年都没能力还，而且那个人亦去世，现在父亲有八十几岁信佛了。想弥补，但是又找不到他的后人，父亲想在佛门道捐钱，我好支持，但是他不相信我，想听师父讲。这件事情能有这个心就好好了。这种是觉悟的心，如果遇不到他的家人，可以攞嗰啲钱同佢做功德回向俾佢。
咁係非常好嘅一種做法。咁做功德最殊勝嘅方法，印光大師教我哋印經布施、印送善書布施，用佢个名去印，呢啲功德系佢嘅，用佢个名去印，你争佢几多钱，你将嗰笔钱全部攞出嚟印佛书、印善书。而家呢，做讲经嘅光碟、CD、DVD 都一样。咁就有好多人都能得到真实利益。所以印光大师一生所修嘅供养，佢全部攞出嚟印经，佢唔做第二样嘢。佢咁俾我哋好大嘅启示啦。我哋离佢时间好远，未曾见过面。佢一生做出呢种榜样，等我哋睇到去觉悟。呢种系末法时期真实功德。呢位同修有三个问题，呢三个问题系社会问题，唔单止你屋企度有，好多人都会有。佢话我个仔今年读大三，小学品学兼优，我带佢朝山拜佛，但系而家大过咗，走去信天主教，而且目中无人。我一劝佢，佢就话我系异教徒，你讲嘅我唔鍾意听，对家长有敌对感，请师傅开示。另外，我同佢煮嘅餸剩低佢就唔食，我哋生活節儉，倒咗佢定係食埋佢。呢个系个大问题，唔系细问题。所以世时细路仔，你日日带佢烧香拜佛，佢好听话。你喺前面拜，佢跟住喺后面学。大个咗未必信佛，咁系咩原因呢？迷信啊嘛，佛法究竟系乜嘢？佢唔知道。佢听过天主教讲道，未听过佛法讲经。大个咗啦，佢有思考嘅能力，佢自然去选择佢认为系合理嘅，佢认为值得尊敬、值得信仰嘅，咁系一定嘅道理。咁你唔好怪佢，要怪你自己冇将佢教好，个细路冇过失。过失在父母身上，未能将佛法的大道理时时讲给他听。如果他时时听到佛法经典的道理，他跟其他宗教接触，他就有比较，他能够生智慧。所以正是带他来烧香拜佛，求佛菩萨保佑，全都属于迷信。
等佢读到大学啦。迷信冇办法令佢皈依。所以要多听经，多学习，咁先係正確嘅。你要导你个仔回头，老实讲，亦唔系难事。往年香港何世礼居士，嗰个时候佢系将军，何世礼将军，成家都信基督教，只有佢妈妈信佛。但是从前人都受过儒家教育的熏陶，虽然信的宗教不同，个仔新抱对他母亲仲会相当尊重，仲能够尽孝，不像现在这样，现在这些无良。所以何老太太往生的时候，将他屋企人都召集来。他说我们母子一场，我就要走了。我们最后的诀别，我们屋企一生宗教信仰自由并无冲突，生活亦好愉快。我哋彼此都唔干涉，各人信各人嘅。而家我要往生啦，我提出唯一嘅一生之中对你哋只有呢一次要求。你哋念几声佛送我走。一生唯一嘅一次恳求。个仔新抱屋企人都应承。所以他往生的时候，召集亲戚朋友通通来送他往生。他没有病，坐在这里走的。这样一走呢，全家基督徒通通召转头来，个个都信佛了，他们亲眼看到的。所以你在屋企度表演一下，你往生的时候坐在这里往生给他们看看。睇佢有冇功夫。所以呢个老太太好聪明啊。你无论信咩教，最后我道你现身说法啦。佢哋全都未见过㗎。老太太佢有呢咁嘅功夫。你同佢煮嘅餸，剩低佢唔食，剩低嘅你食，你收腹㗎嘛。佢而家虽然无知，到佢将来年纪大咗，諗起世时食剩嘅嘢父母嚟食，佢心里面会难过，佢会忏悔㗎。教一个人唔系容易嘅事情，唔系简单嘅事情，要有长远心，所以系深化教育。等佢十年、二十年之后，心里面生惭愧、后悔，到嗰个时候回头都嚟得切。所以你而家开始教佢。那个结果可能要到十年、二十年之后先睇到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我有四个外甥女，十二三岁，学习成绩不好，我叫他们念普门品很有效，现在我又想叫他们念无量寿经，他们不接受。嫌太长，
佢哋系咪继续修学普门品？好好啊，一门深入就好啦，唔好改变。佢将来要改变系佢自己嘅事情。而家能咁样做就好啦，而且最重要嘅，要将佛法嘅道理讲俾佢哋听。年纪逐渐大啦，如果冇理论嘅基础，那个信心系唔可靠嘅。第三，佢话我个细佬今年48岁，佢话佢可以念佛4个钟头，唔起妄念，但系最近佢又话念佛时睇到佢自己，佢系咪偏咗呢？能念佛就好好。如果话念佛嘅时候睇到自己，呢、这个时候要提醒佢，无论睇到咩境界，都唔好放喺心度就好啦。如果睇到境界时时放喺心度，容易着魔。所以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。呢句话是佛在《楞严经》道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能念佛就好，能念经也好。